和前车的差距为3.2秒。留在赛道上。电池电量高，我们多使用超车加速吧。出发，伙计，你和工作人员干得很完美，我们感到欢欣鼓舞。尽快提速，把车胎的温度提上去。
三系轮胎，一切看上去都好。驾驶动作比较激烈，不过要注意，你的车胎还要开很远的距离的。正如你所知，我们的传感器收到一些奇怪的读数，你不用担心，只是一些异常数据。你继续做你的事，如果发生什么切实的问题，我们会告诉你的。
安全车已派出，安全车已经派出，注意车距，确保你车距数字为正，我们这就赶过来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的车距读数为负，这意味着你太快了，降低车速。
受损严重，就要更换了。现在允许使用 DRS， 已经激活 DRS， 留意我们落后前车1.6秒。后前车1.7秒。
前车的差距是3.4秒。是我们的领先优势。和前车差距是5.0秒。
车的时间差增加到每圈0.5秒站得好，这
下子排名提升了一位。进行超车，进行超车。
和前车的差距为1.5秒。干得好，超得太棒了。
安全车，安全车，不要超车，减速。我们来了，注意保持你车距的数字。明白，我们会在本圈结束时让你进站。结束时进站。好了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的车距读数为负，这意味着你太快了，降低车速。伙计，完美的进站，看上去是个不错的进站时间，我们很高兴。现在开始，注意用好这些车胎，你要靠这种车胎完成比赛的。
好之后的比赛，这一圈有安全车，你在加速的时候要记住，看到绿旗之前不能超车，这圈是安全车。赛道上发生了一起事故，有很多散落的碎片，所幸工作人员已经设法及时将碎片清理干净，目前还没有出动安全车的计划。